所以你要我冒昧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我看土吧。啊，如果有钢属嘞，有钢属要出海，理论上出海你就好处理了。但是昨天那个阵好像也没有在管他刚不刚属，就是正面直接把人全部吃光，然后最后再回头看钢属就好了。如果有钢，保你就对了。反正你老爸很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 好，那我躺好了。咋啊，卡波？现在还不是安心上路。啊，肯特是叔叔嘛，对。行。好，那我拿死神跟七六跟好你，我帮你奶啦。<笑>反正我就是打坦克吧，对不对？刚刚那个肯特昨天讲的，我什么都不要管，就是把坦克盾打掉。对。好，剩下没我的事了。OK。那肯特要玩什么？肯特不在玩死神。他玩索杰恩，他一直在催眠我啊！哎，好吧。不是，我怎么还没打之前，大家已经在搞气氛？没有啊，哪有？肯特的索杰恩不行是不是？我那天听你的台，你说很少，如果要玩索杰恩，就是要跟重达那个对拼哦。 这拼没有啊，重打索杰恩也玩不好啊。<笑>重打怎么玩的、啊？那这就很难啊。那你有遇过索杰恩玩的好的吗？有啊，韩国人。酷嘞！就台湾的都玩不好，对不对？看过了。没有到不好啊，没有那么低。 这一次眼睛得放亮。早安啊，阿瑞，对不起，刚刚没看到。我以为你老爸只会打 CSGO 哎。靠腰，你老爸是 OW 的神哎、欸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他 CSGO 暴打过我啊，我印象中就是他被他 CSGO 暴打，就是这样。那、啊、他玩什么不是暴打别人？对不对，老爸？ 对啊，很多啊，你也会心虚啊？对啊，也会心虚哦，乐色，你也会不好意思啊？你也要听出来哦，讲。